这次想处理这一个这一堆营养不良的苋菜，我也是第一次种到这样子的苋菜，大家看一下，营养不良。OK， 总之是苋菜，它就是这样子，营养不良。OK， 整个刀。就整个刀都要清洁它了，而且这个也太大了，太高了。本来是要那个种子的，现在是不可以的。OK， 再来这一个就是番薯叶，我老婆最爱的番薯叶。可是今天跟我讲，她要叫我拿去卖我，就要拿去卖咯。然后这一个是乌兰。马来人最喜欢的乌兰，比较自由发展，然后就特别多，就搞到，因为我们也不没有吃这种，真的没有吃这种，乌兰，看现在有什么朋友要的，我们就送他咯。搞到这样，你看这个番薯叶，它的茎多粗。一定要重新去整理的，整个 system 要去整理一下。今天只是要出这一个了，这一个娃娃菜要出娃娃菜，OK， 这一个是上两个星期的，没有理它，自己吃啊，就长得不正常，就自己吃了。然后这一个就是日本营养菜。我朋友说好吃啊，这样子我就种来卖了。OK，现在是处理这一个番薯叶先，拍照一下。番薯叶，番薯叶。OK， 再来这个是乌兰，铜钱草，铜钱草太多了。OK， 太多铜钱草了，对我来讲是没有用啊。可是我是不是我还没有发现它的好处啊？这样就不知道。
它延伸过来这一边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塞住了，导致到它是导致到这些地方，用氧化的地方啊出不来，全部很脏，哦，全部很脏，这些地方啊很脏，很脏到没有命了，整个导播全部收拾，然后拿去拿那个强力水枪去喷啊，太肮脏了，好、哦。